Hello， 多谢你收睇我今集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叫 Windy。今日系2月12号，2013年。咁其实今日就系 Pancake Day， 即系 Pancake 啦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就即刻整呢个 Pancake， 因为我已经系等唔切啦。我哋好快咁讲啦，材料就系要呢个嘅面粉、牛奶。少少鹽，雞蛋一隻，跟住好快咁發勻咗佢，其實呢個時候咧，你就可以攞一個 pan 啦，然之後就烘熱佢，放啲牛油，等佢溶化咗佢先。咁然之後咧，就攞一殼，面皮都差唔多溶到七七八八啦。咁我哋就可以倒一羹，然之後盡量整個圓形。由我老公示范 ，toss it， 耶！好 ，that's all right。煮好咗嘅 pancake， 通常加啲料先再食噶。而家我哋就系加蜜糖同埋柠檬，咁你亦都可以尝试其他配搭，例如净砂糖啦，砂糖配柠檬，砂糖配肉桂粉。朱古力醬再加香蕉都得。咁通常佢哋食法就係一加完之後卷起佢，就食得噶啦。OK， 咁呢一個咧就係 pancake 啦。唉，咁咪要繼續煮啦。咁我哋食住先咯。Happy Pancake Day！Bye。